OK， 那我最后一个很确定就是雪碧了，我要一口喝掉它。万一不是的话。小林玩具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要玩什么。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玩的是限定账款随机饮料挑战。什么？哦，今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明天也要挑战挑战，我们一起挑战挑战，人手吧，林可挑战。今天我们一共有三轮食物，然后呢，每一轮要抽两杯饮料，各自。我可以不抽吗？转动这个球上有数字，对不对？就喝相应的饮料就可以了。你看，还有蜂蜜液哎！哇，我感觉有一些什么酱油之类的吧。第一道食物是鸡胸肉，很干，就干到你必须要喝饮料。没错。哇，超干。嚼着嚼不动，快点上饮料，直接点到爆，摇吸引球，五、七、七号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喝哎，哇，好羡慕，嗯，哇，我要赶快摇了，哦，我的下来了，我的这个是十一号，这一杯白色的，我觉得我赌一个牛奶吧，哇。夏天的第二杯，十三号哎，十三号，哇，蓝色好漂亮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知道，你骗我，因为有一个饮料就是类似于红牛一样的那种，好喝的，安全，八号，哇，这个有一点不祥的预感哎，这个颜色。这是什么？酱油可以淋在上面，哇，哎，这个还可以耶，嗯，可以的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是寿司的酱油，很不错的，嗯，可以，嗯，等一下，你脸上是不是有个疤呀？嗯，你喝到脸上去，八号粘在脸上了，好吧，八八八八，第二道菜，哦呀，奶油意大利面，哇。好吃哎，但是呢，感觉非常的硬。对，所以又必须要让我们喝水。好腻啊！碳酸饮料来一杯。二号，这里感觉会很酸。这是好喝还是难喝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梅子汁。嗯，还可以。哦呼，又可以吃，该我了。十五号，让我来帮你看。看起来又不太友好的样子。但是为什么上面会有泡泡呢？我觉得类似于什么茶吧，乌龙茶之类的。咖啡。咖啡吗？但是很苦的那一种，就很像中药。OK， 现在该我了。有四号。来。干了这碗面的朋友，我现在要吃喽。怎么样？什么味儿呢？红烧牛肉味。十四号，这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哎，奶茶之类的，是奶茶吗？是酸酸乳。下一道食物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又感觉好干哦。嗯。很辣哎！不要去整我们，赶快，我要喝水。是在点两包，日报。哎呀，哦，两个都是你的。十二号，一看就是酸奶啊。我然后还有十号，这个有点吓人呢，因为是透明的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呵，我的第一个，然后呢，第二个，一号。怎么又是这种难看颜色的？六号，怎么又是这种颜色？我先喝这个白色的。可乐，你这是什么？白醋。OK OK， 那你这个肯定是酸奶了吧？
喝不到，这甜到过头，又甜又酸。什么味道？止咳糖浆。现在呢还剩下四个，然后已经没有菜了，我们就随便吧。OK， 给我两个。哇、哦，五号、三号。我这个里面呢有小泡泡，我很确定它应该是雪碧。然后我十六号、九号，看起来都不太友好的样子。这个有点像菠萝汁了。这什么？野山椒汁吧？这是？这泡椒凤爪里面那个汁儿吗？对，我就一口一喝进去，哇，好辣，然后好酸。你猜我这是什么？芒果菠萝汁之类的吧？玉米汁，但是由于太过凝固，喝不出来。OK， 那我最后一个很确定就是雪碧了，我要一口喝掉它。万一不是的话，我很确定它应该是雪碧。朋友们，这个真的没法下咽。是盐水吗？但是这个盐水不是一点点，太咸了，已经到涩的部分了。这个是樱桃汁。真的吗？好像是，反正就是好喝。我觉得我今天很圆满，基本上没有喝到很难喝的。今天我们就玩了这个挑战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小林，你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，才怪。下次还要和我一起玩吗？要，我要挑战到底。哇哦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挑战吧。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